这一台你是要说是那种 Corolla Altis 的这种电动车，其实也不是不行，它是用这个 Toyota 开发的这个 eTNGA 的平台打造。入口电动车之后，它的续时里程大概是可以怎么样？电动车如果是用油耗来比的话呢，究竟它可以跑多少公里哦？